各位，谢谢亲子秀表演的家庭，同时我也要谢谢卢娜那么生动地为我们介绍了各个家庭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佳丽比赛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，所有的佳丽正在后台紧张地准备着。在这一时段呢，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一组助兴节目表演，我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主持人之一艾玛，让她为我们主持这个环节。谢谢野樱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艾玛鱼，下面的环节由我来主持。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非常 enjoy 刚才的我爱我家亲子秀。身材曼妙的美妈和天真浪漫的女儿一起同台表演，演绎旗袍之美。旗袍不仅是高贵典雅，不仅是性感时尚，更多的是亲情的传递，更多的是友爱的延续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介绍第一个助兴节目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中国素有衣冠之王之称，衣冠王国之称。下面呢，助兴表演的第一个节目历朝历代服饰秀，就以我国的文化为主线，从隋唐的雍容华贵到宋朝的深沉高雅，从明清的盛世华服到现代的时尚风情。希望大家可以随我们一起来穿越千年繁华，回到那些盛世王朝。下面就请欣赏历朝历代服饰秀，有请。Let's begin.
非常感谢各位的演出。非常感谢他们精彩的演出，真不愧我们一冠王国的称号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来穿越从唐朝到现代？那么有人来问过我，旗袍之美是什么？我想旗袍之美在于我来解释，就是它高高竖起的衣领，它恰到好处的腰身。旗袍本身就很美，那么我觉得能够驾驭它的女人就更美，所流淌的岂是万种风情。那么有人又笑问，如果萌娃遇上旗袍，将会演绎出另外一种风情吗？是的，俗话说，旗袍之美要从娃娃抓起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有一群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儿童旗袍秀，带你回到你梦中的花样年华，请大家欣赏。Baby, I'm a
有人了，下三届的会长就在他们之中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来有请下一个节目的两位演员福子和孟子，可以站到台上来吗？大家欢迎。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子，站在我右边的呢是福子，这个呢是大家都非常眼熟的、非常熟知的我们雅城名人了啊。那么我觉得2016年的亮点就在于他成立的里仁活动中心。请不要插播广告。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从现在为止，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都在里仁活动中心举行了。我是想代表大家来感谢你为我们亚特兰大社区做出的这一贡献，谢谢。不客气，欢迎大家到我们里仁活动中心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，站在我左边的呢，就是今年的新秀孟子。那么我们可以问，简短的说一下，你为什么敢起这个名儿，孟子？啊，当时我学中文的时候，老师说，哎，要起个中文名字，然后导致我觉得，哎，老美起名可能有点别扭吧，所以我就问他，我说，我姓什么孟子，然后呢，我该起什么名？他说，那你就姓孟吧。然后他就问我，他说，哎，那你叫什么？我说这个也不合适，美国人起一个中文名字叫什么大白菜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不行，所以他就说那你就孟伟明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。因为私人的关系呢，这两天呢跟这个孟子呢有很多的接触。我的女儿 Ivy 见过这个孟子以后呢，跟我说妈妈 ，He looks like American, but he speaks Chinese very well。那么这两天呢，我印象很深的呢，孟子有一次给我打电话，说了一句，如果你无所事事的话，就来找我吃饭吧。接下来呢，我就不知道回答是是还是不是。你说我说是吧，他觉得我真的无所事事，说不是吧，我还真想吃这顿饭。但是我非常佩服我身边这位孟子的语言功底。那么非常欢迎两位为我们今天带来一个节目。那么上次在慈善晚会上呢，他们俩带来的节目叫歌来了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叫歌又来了，请大家欣赏。刚才啊，这主持人介绍呢，孟子是新秀，那就是歌来了。这个歌又来了，他已经不是新秀了。原来我想叫他上来走一下的，没想到他自己就已经上来了。你这次是算来了还是没来呢？啊，哪个都是啊，又来了，也还没来呢，是吗？因为我还站在，我还沾你的影子，因为你比我厉害多了，是吗？啊，我就说你不是新秀啊。想当初，好像。你10年前就出道了，对对，2001年我在那个商会的春节晚会也出现了一次，对，也是。在座的有认识他的吗？2001年晚会见过吗？有两位，哦，有两位，就说他2001年出了道以后又回去了，这次又2016年又回来了，就又重新出道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叫他又来了。对，我是不用了。哎，你今天来干嘛来了？今天有这么大一活动，我能不来吗？是吗？什么活动啊？